其实我很喜欢手艺，当然会很想要自己亲手做一件衣服，可是我又很少接触到裁缝这一方面的东西，也完全没有人可以教我。可是我还是自己做到第一件衣服啦，所以要记录下来。想要自己亲手做一件衣服，脑海里肯定会有很多想法了吧，一定要画出来哟。过后就把衣服的部分都剪出来，我用了两层的布。最后赶紧放马克，终于做好了，赶快来试穿吧。第一件衣服啦，虽然不是很完美，不是用什么全新的布料去做的衣服，可是我很喜欢这件衣服，因为它已经表达出我想要的感觉，就是酷酷的。希望我的这个影片可以鼓励到大家踏出第一步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哦，拜拜。